大家好，我是世界武术散打冠军孔兴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散打基本站立。首先，两脚前后站立，脚掌着地，脚后跟微抬起，两膝自然弯曲，含胸收腹，两肘自然下垂，互于两肋。前手大于90度，高于鼻尖。后手小于90度，放于下颚，下颌微收，目视前方。散打基本站立易犯错误有：第一，两腿距离过于大，微大于肩即可。第二，重心太往前或太往后，两腿之间即可。第三，容易架肘，两肘自然下垂，互于两肋。第四，下颌过高，应收起下颌。